那一年我16岁，在渡口的码头上遇到了一位姑娘，她就站在画舫的船头上，细雨迷蒙中撑着一把油纸花伞，她回眸间瞥见我，浅浅的一笑，就那一笑让我再也忘不掉他。当时我特别想追上去询问他的名字，可是我的腿就像是钉在了船头上，怎么动也动不了。当晚我彻夜难眠，第二天我又跑到了码头上，想再见到他一次，可是一天两天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扶您回去休息吧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酒了，长本事了你，还学会喝酒了。这怎么弄成这样呀？头还磕破了，说走就走也不告诉我一声。你起来，我再揍你！真的，打死你！好好睡吧，等你醒了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我遇到了一个人，他是这天底下最温柔、最体贴的男人。你见了也会替姐姐高兴的。马姑娘，马姑娘，马姑娘，一个时辰之后，福公子在花圃吹奏新曲，诚邀鉴赏。